詹姆斯至今年纪为33岁，而韦德至今年纪为35岁。我们要知道，在体育竞技方面，年龄也是自己最大的对手，上了30岁就已经是巅峰状态了，也就是过后会慢慢的进入自己的生涯末期。所以一般体育类项目比赛很少会有人超过40岁，再加上生病的困扰，韦德大詹姆斯2岁，并且常年带伤出战，也是常常没有恢复状态就为球队作战，这对本身是一个非常的磨损，并且还是一些大伤病，随着就导致赛季报销。而詹姆斯没有过大伤病的病史，他一直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，他也是用身体打球。随着年纪的增大，这两年的出场时间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得多，上赛季他的出场时间排在联盟第二，场均37分钟，可想而知整场比赛48分钟，有37分钟时在场上一直跑动着。詹姆斯和韦德的差距